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新买卖论表演者孔云龙、岳云鹏，掌声欢迎。刚才一说真的，我刚才我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嗯，我们两个人一起然后进的这个德云社，2004年，我们一晃20年，整20年，我们哥俩来德云社整二。不容易，真的，我可能离他比较近一点。这个我离他离得比较近。提起这个，可能跟岁数有关系啊，就是总体。今天我真的我特别感动，因为他这个开这个专场一样，这都是面子刻来的，你不用说，你喊就有，喊了我6天。今天都打电话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说我不信，我不会。我认为这个，我一身漏灯，我就喜欢多说话。你说为什么还难受呢？都不让我说话，动都不让我说话。其实谁碰过门啊？你有病！能不能让我刚举回答我当个人？实在没辙了才去捧哏呢，他捧哏的一个个都什么货色？兄弟，咱们这哥们儿不是论捧逗，这个确实，我离他刚才我想说离他最近，一看我还这头发都白了，白了，对，都白了。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少白头跟我们家庭有关系。我父亲跟母亲，我家里这个。我上来对我参加喜剧人那年，我拿冠军那年，我们全都是白头发。师傅，你光拿头发的，我难受。怎么你不让我说话？我真的，你不用难受。今天来一个，今天楼楼下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天这场的演出跟其他的演出真的不大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说是我个人的这种专场，其实来说，你说于谦于大也好，老恩师郭君德刚先生也好，你这都什么信仰？这都是对老恩师的尊重啊！你尊重也不能这样啊！子不言父，徒不言师嘛，咱不对老恩师的尊重，因为还有我们哥俩一样，就跟叙旧其实是一样。我打跨年2020年到2021跨年演八马褂之后，于大爷从来不搭理我。为什么？我想跟他合作，他从来什么不搭理我。这么些年从来没有搭理过你，好几年了。他可能演完八马褂都几年了，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。他可能内心有点恐惧。恐惧跟你捧哏还是？恐惧跟我交流。不敢交流。真的是，有时候我这个人，朋友们对我可能不大了解。其实我这个人，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哀人。真的，
现在很流行那把什么爱人艺人、啊、我虽然不太懂，好像爱人是不太爱说话那种是吧、嗯、我是艺人呢、啊、我跟你说我就爱说话。是钱听我说话是这太难太难了，而且跟咱们中国这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。嗯，咱们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，文字各个方面上下是五千年，上下五千年。中国的文字这个东西太深奥了。哦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种专家。咱们中国这个文字，我跟你说，朋友们，我研究的虽然说没有那么透彻，咱们中国这个文字。这个文字这个东西，我它硬一点就煮了。这个东西我算说很深奥，你知道吗？就得去研究嘛。很多的一个东西都得去看看，嗯，很多一个东西你都得去了解。没有文化不行。刚才您说的入伙，赶紧入伙吧，不是？这不是住着呢吗？它硬一点你就煮了。这文字为什么硬一点那个文字不是文字。对，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中国的文字。啊，捧哏的早就该来这儿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不看没对这个词儿，没事，玩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文字，哎，是那个文字，不是那个，你看，不是那个文字，嗯，那个文字，就他叮一下你就煮了，为什么煮呢？你能解释吗？就那个蚊子嘛，叮一下，咬你一下嘛，它为什么煮了？嗯，有原因，我研究过。你看，咱们中国这个蚊子真的叮一下，为什么煮了？因为说上都有学问啊。它这蚊子它有一种毒素，它注射到你身体之后，你身体里的细胞没有见过这种，就是毒素，你知道吧？细胞它好的细胞吗？嗯，蚊子给你叮一下是坏的那种细胞，他们都没有见过，怎么办呢？就是一根细胞就是围过来。所以那儿就堵了。我是想用幽默的方式缓和一下咱们两个人尴尬的局面，没有缓和到，没有缓和更尴尬，就是好的细胞去围观，坏的细胞被盯了一下，好的细胞去围观，因为我们是生活这样，中国人肯定。这个细胞你知道吗？很神奇，本身这个人，咱不讨论这个蚊子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讨论的是语言啊，对吧？咱们这个蚊子它是直接是连通的呀，
对不对？咱们说的人家的话，这都是有气。别乐了，谁乐了？那招呼都过去了，那个姐姐在那，还得嘲笑咱俩，嘲笑你。好吧，我接受了，等没事论论。对，要想乐就乐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干啥呢？我没拦着呀，你没拦着，他乐什么呀？你乐是哪个包袱啊？你乐的是刚才薛之谦那个包袱是不是？要不咱们这节奏再慢一点，慢点，赶紧的。这我跟你说，说话用语言这个也很深奥，确实很深奥。咱们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，博大精深，说八回了，博大精深。一句话的轻与重都能改变这句话的意思，是吗？生活当中朋友们发没发现，这是语言的技巧。我虽然也研究语言，但我没有研究到你这个。你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到位。我最大的毛病就是笑场，我绝不笑场。今天真的，一句话就能改变这句话的意思。这个轻与重，轻与重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。啊，赶紧来说吧。好，啊，对，边防，你不要，你这个，我喜欢这句，喜欢这句。确实非常的火爆啊！然后山珍海味、综艺、电影、电视剧，哪哪都去。唱歌啊！对，那么大综艺啊，那叫做一拍戏，可能就是四五十年都不回家。四五十年？四五年？没有，没有任何戏拍四五年啊！现在不多少年？四五个月，四五个月都回家。其实他跟他媳妇儿关系相当好。那是真的，我给他这么着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对他不太了解了，你知道吗？四五个月不回家，我们这弟妹很想他。他也想我们这弟妹，肯定啊。有时候两口在一块儿还搞个那种的，就是小的那种惊喜。哎呀，惊喜！才一个四个月，他说要回家了，不告诉我。不是你怎么还这么兄弟呢？咱们哥们儿这么关系，是不是跟于大爷有关系？就一样吗？这不都小事要出事啊？就别说别人，确实是岳家乐嘛。他们家什么叫岳家乐呀？这什么包袱啊？这是，就是家里面特别的欢乐，欢乐。我接受不了，岳家乐，我接受不了。什么态度？你这什么态度？我们接受不了。来，所有的主持人出来一个。哪里都接受不了。别接受。你说什么我都接受。那你就别反驳。只要不出了个事儿呢。我两口子关系确实是好得很啊。拍戏四个多月，回家不告诉他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一个惊喜。哎，小浪浪，到门口当当一敲门，也打算你媳妇儿就出来了，那很正常啊。当当敲门，敲来挺急，当当他媳妇儿出来也急啊，打开门，赶紧出去得开门去看个视频。是不是？来了，太着急了。你说我是不是？别呀，哎呀，我没懂，说清楚，懂吗？啊，懂了，懂了。我跟大姐一样，就是脑袋有点慢，就是，对不起，没说您的意思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没有穿这一双，也不是，就是穿一双拖鞋嘛。就没穿呢，那不是。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媳妇呢？哪能没穿呢？在家里边也不用换上外面那种鞋呀、外头室外的鞋不用，就穿上拖鞋啊，哎，披个浴巾啊，行，哎，就是四女成四女的浴巾，四女成四女呀、啊，对，你媳妇保守，太保守了，那不是四女成四女的浴巾啊？
你们严氏啊，啊，我严氏啊，到门口打开门之后，二人四目相对，嗯，你看，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？我说两句吗？还媳妇儿，我知道是你呀、啊。你看看，两个人有默契，有默契，他知道是我，哎，这就无所谓，确定了吗？心有灵犀，心有灵犀，心有灵犀。性灵机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都知道，这个互相有默契，有默契。所以说你没有太那么防备，嗯啊，你也挺开心。但是你要把这个语气换一换就不一样，是吗？加重一点，同样的字，哎，语气换一换就不一样了，一个字都不换啊，就是还是这个场景，咣咣一敲门，啊，你媳妇儿提上你车子里拿去。打开门，二人四目相对，你看，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？对呀，我说两句，看你媳妇儿，我知道是你呀、啊。那这么说，您既然说到这儿了，那您研究这些了，什么地方问题特别多，什么地方问题特别少？经过我的发现，您可能不怎么接地气儿，你知道吧？不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是大腕，就是生活当中买的户啊、商户，你基本上都不去。我确实去的少，菜市场师傅多少年都没逛过菜市场。嗯，了解吗？买卖商户不了解。嗯，就买个电子产品，都是你的助理。哎，对不对？我也去买，真的是网购也比较方便吗？网购那不如你上实体店，是实体店它有体验感，有交流。电子产品这个东西，因为现在高科技太发达了，包括我也一样，因为我观察很多东西，咱不了解，就这个售货员他的问题就特别多，越多越不显多，而且让我感觉就是我用了他这个东西之后特别踏实。我没有东西，我没有听明白啊。我是买东西，比如说我是买东西的，对呀、啊，因为我问题多呀，人家回答就好了呀。那你对这个电子产品你不了解？我对电子产品不了解，我才去问的嘛。问人家就是我的问题就特别多嘛。我作为售货员，我的问题特别多，我给你解释的越清楚，你用的我这个东西就越踏实。我听着都糊涂了，这样表演一回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啊，来一回，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表演一回。我现在就是卖东西的，好，我就是买东西的，你说可以？我的妈呀！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俩这边来，终于入伙了，来。哎，行了，没事儿啊。买点东西，很久没有买东西了，自从做了大明星以后，我。哎，这儿有个卖东西的，嗯，干什么？买电脑？没有。买 iPad 没有，买手机没有，买个录音机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卖什么呢？我这卖鱼的。我有病，我操，卖鱼能让我买电脑的？不是想逛菜场吗？谁说逛菜？电脑产品啊，没走过来，没走过来。我刚才想着菜场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马上不要，再来吧，来啊，并不是为速度。哎呀。行，没事，大街上逛一逛啊。先生你好，你好，嘿嘿，你好，先生呢？买电脑。嘿，您是我们今天最幸运的一个顾客。怎么呢？太幸运了，您是我们的第一位顾客。哦，您来的太时候了。怎么呢？上午来的时候，我们这还卖鱼呢。还是那个卖鱼的呀？太神，您放心，我们这绝对不是水货。这么你们厂家的供应，啊，
啊，就是电脑，电脑，买电脑，电脑是吧？那这样，我有个问题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我有问题，我想问你问题啊。这个您要买一台电脑呢，需要是国产的呢，还是进口的？支持国货，国产的。嗯，我给你点赞。我给你点赞啊！好，支持国货。嗯，太棒了，我给你推荐一款。好，好，这款特别好。哟，小天才。你戴在手上之后，它的待机时间非常的长。您学会怎么用这个东西？我不是买手表，我买电脑。你是不是说唱歌手啊？回家用的来。我不买。那不是，我有个问题，您说问一问您，这个电脑就是您是家里用呢，还是外面用？家里用。家里用。对对。我有个问题，我想问一问，就是您家里用，您需要一个台式机呢，还是需要一个笔记本？家里头方便的话，台式机，省得挪来挪去。那我有个问题。我想问一问，你有问题就有问题，别那么可爱，怎么样？我说，其实我们热衷服务嘛，热心服务，好好好，什么意见你可以给我提啊，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就是我有问题就想问一问，就是家里边这台电脑呢，您需要这个内存要多大？因为有一个 G 的、两个 G 的、三个 G 的、四个 G 的，还有八个 G 的。哎呦，我需要吃的东西多哦，八个 G。8G 我觉得很够用了。够用了。我有个问题。我想问一问您，就是咱们这个配置确实不一样。嗯，因为这个 GPU 有 i5 的、i7 的，还有 i9 的。嗯，就是你选的那个。我想问问 i5 跟 i9 有什么区别呢？ i5 的便宜。i9 的贵。好，我了解。i5 跟 i9 有什么区别？ i5 的便宜， i9 的贵。我懂您说的意思， i5 的便宜， i9 的贵。我想明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。 i5 的便宜， i9 的贵，就是 i5 的开机需要两天， i9 的2分钟。太久，我等不了两天啊，开个机都是两天，沟通的这么费劲吗？这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想问一问你，就是这个显示器，你还需要吗？废话，废话，买电脑不买显示器干嘛呀？不得问清楚。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显示器，您需要横着宽的还是竖着宽的？什么叫横着宽的、竖着宽的？对呀，就您要横宽的还是竖宽的啊？很疼的嘛，电脑显示器嘛，要很麻烦。对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我想问你们，就是您需要彩色的呢，还是黑白的？我有毛病，我要黑白的呀。黑白的也挺好的，有雪花，看着凉快。买空调好不好？不要彩色的，要彩色。我有个问题，我也想问你们，就是键盘、鼠标什么的，还需要？要。那这个显示器您需要多大的？我要不给你推荐一个？好啊好啊，推荐。我认识这款最适合，就是100寸的。这个东西您挂到家里头之后，视觉感特别强。我家没那么宽的墙，要不了100寸的。我电脑，我今天100寸，我得瞎了，两分钟我就瞎了，我没等开机呢我就瞎了。就是太大了。太大了，太近了。那这样，那只有这个1寸的。这个1寸的特别好，为什么？你戴在手上之后，接俩电话，然后再一接，非常的方便。这也是真心的想毕业。你就是个卖小天才的，你就是个卖手表的，你不需要你买手表半天，1寸的电脑。那你想需要多大的吗？那正常一点，30多寸，34，可以吗？我给您定制，虽然定制，因为34寸这显示器确实不好用。34和大件的34，很少用34寸的，你知道吗？基本上就是100寸的到1寸的。那这几个东西您全要的话，你这样吧，一共算起来是8700多。8000多，
对，一上身就打你。您是我们店的第一位，您家小店才8000多呀，有毛病啊？您不是买电脑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买的多大的那个34寸的吗？34寸，是不是34寸的吗？8000多，8700一年，多贵了呢？对，您是我们的第一位这个幸运的顾客。啊，给您送个礼吧，太棒了，11000。11000，完了之后您直接打包，免费送回家。我们搞这那个不能笑场啊！你们家凑气儿11000呀？往上凑啊！不是，我要给你往上凑，你也没凑整啊！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意思说我们免费的送您一个小天台，免费就是看手表的。我不要小天台啊！我也不要凑整，就是要这电脑。对，行，往上凑整。哎，可以，那就8000，好不好？行，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问题特别多？就这个行业。问题特别多，而且显得我这销售员有专业，专业的毛病现在专业，问题非常的多。我不知道他们捧哏骂不骂人，我就不想骂他们。你就是个卖手表的，电脑一寸的。就是，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我是看到了个怪物吗？说这样说着说着，哎，好，冷静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问题特别多的。嗯，就这个，哎，卖这个电子产品，哪儿问题特别少啊？饭馆问题特别少啊？你舔脸问我这话吗？哎，咱俩是不是有点没羞没臊啊？咱这是门里出身的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妈，不爱听。饭馆问题特别多。没有，一般咱们去饭馆去吃饭之后，你看吧，咱俩都做过服务员啊。我是门童，看不起谁呢？我不爱动我。我知道吗？服务员很丢人吗？怎么？服务员很丢人吗？大嘴巴，不吃货。客人，我门童，我长好看。这还有人捧呢？瞧瞧，也就这几个人，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知道吗？知足可长乐。对。哎，饭馆应该问题特别多。饭馆里边去吃饭，坐那儿点菜，最多就问您一句有没有什么忌口的，没有忌口的，然后吃完饭结完账，抬屁股走人。没有，就这么简单吗？可不嘛，没有那么多的问题。咱们再来表演一回。这样一个饭馆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我当一个客人，哎，行，你来当客人，我当客人，我是这服务员，嗯，行不行？那我也得化一化妆。服务员还化什么妆？那可不，咱们那会儿用化妆吗？不是，你穿这不像服务员啊，是不是？脱了，我脱了，脱。就是要男服务员还是女服务员？这有什么讲吗？男服务员什么样？男服务员有讲，你看这叫男服务员啊，不是这就是女服务员。我要男服务员，你这太影响我的世界了。男服务员，我也放你。咱们当时都是男服务员啊，老师傅，这个呢，这什么手心板儿？哎，哎呦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给他们接什么带来的？那边呢？忘了吗？不会带。Thank you.
了。嗯。虽然说你喜欢小的嫩的，我是想问一问。
大姐喜欢吃的，不是公牛，要不我就选老的吧，老公牛嘛。好，我也喜欢小的，哎跟我玩儿，行不行啊？小公牛，我想问一问，就是说您是这焦良丸子想让这个川渝老师给您炒的，还是想让朱建峰给您炒的？您怎么还不一样？托你不是你爸的吗？我们这个厨师的名字嘛，你自己给自己起。朱建峰，朱建峰，对，好的，我喜欢副总帮我服务。我给你写上，我给你写上。哎。那个我有个问题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想问你们，就是您这个焦良丸子，是想来特大的巨大呢，没大还是嘟嘟嘟嘟嘟啊？我要的可以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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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好的，我给你写什么呢？我给你写，我再拿一个错。我您那个有个问题，您还需不需要给其他的菜？大哥，我说弟弟糖了，你快点。这都属于您吧，我点其他的菜呀。哎，你点其他的菜，你来一个什么？我到今天，好，我给你写下。我有个问题，这个夫妻经量一寸的、两寸的、八寸的，是不是？还是整鸡？鸡丁儿，你懂什么叫丁吗？整鸡那叫丁吗？我这样一寸的，就像小电钱一样。气死了！我跟你吃个饭，小天才在给我们指路啊！哎，你选择，你选择，是不是？我给你写上，我给你写上。我有个问题，我想问问，就是宫保鸡丁，这个鸡丁，你选择猪肉的、牛肉的还是羊肉的？鸡丁，你懂什么叫鸡丁吗？牛肉的。你看给我气的，是你的吧？老板，快把菜谱弄坏了。牛肉的那叫鸡丁啊！我这我真头痛剧疼。习惯就好了。你看能不能做习惯好？来一个什么？来个牛肉的鸡丁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朱建峰做不到。牛肉的鸡丁是什么？一个牛肉，一个鸡肉，你得选吗？我选鸡肉。行，朱建峰做。宫保鸡丁选择鸡肉。对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我给你写上，我给你写上。我有个问题，我也想问你，真的不能杀死你，是不是？问题还没完，就是这宫保鸡丁，您放不放花生米？我得问清楚，你们放不放？放，大叔，那小姑娘说不放。不放，六分的饭我不放。他吃的是牛肉的，没有换菜吗？那我放。好的，我没写上。我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想问，这个花生米，你选择单数还是双数？双数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双数。两粒。我有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吃单数就一粒啊？朱建峰那么忙，哪有功夫给你数去？正点讲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想问一问，就是宫保鸡丁，您是选择让托金老师给您炒，还是想让这个张立明给您炒？张立明又是什么货色？我选托你，确定吗？对，朱建峰。我选托尼，对，托尼就是朱建峰，朱建峰就是托尼。那你让我选什么？我有个问题，好，我想问你们，这宫保鸡丁，你选择巨大的、特大的、啥呀？巨大的还是？就大。好的，我给你写上。
我也不能提，我不吃了。干嘛？我不吃了，不能吃，我不吃了。你别不吃了呀！要六碗怎么不吃了？你不吃，让我炒一个大白菜。不要炒。你说出来了，整颗的大白菜，放到锅里头，什么都没有，变两下给我端上来，行不行？我快死了。你选的是那个还是一寸的？一寸的，一寸的大白菜，一寸的也可以。选的是那个室外的呀？那我做的还是不提的呀？光你帮我做，你让谁做都可以啊！但是你给选好了嘛？有什么问题？就是室内的、室外的嘛，边多边少一点的，黄颜色的还是绿颜色一点的，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嘛？都得问清楚了嘛！大白菜，你还吃不吃了？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你还过不过生日呢？我不过了，还听不听生日歌了？还有啊，我要干嘛？我吃你了！这是什么？完了，完了，朱建峰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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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哎呀！说实话，以后我把他们爸捧哏也就超过五次，这次我真的我去你的！再次用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。